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们航拍哥。航拍哥说啊，打工一年又一年，何时是个了结？现在呢，就决定了在家乡创业，不管是养殖也好，种植也罢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他在光哥的基地，就首先为我们光哥基地这边除下草，然后呢，拿着喷筒打个除草剂。啊，这个有多少斤？有二十斤呢。二十磅。试一下。哎，对呀，等一下你肯定要换一下衣服啊。没有毒的这个药，是除草剂而已。哎呦，有点分量了我呀。嘿，嘿，哈，过瘾吗？什么都会，没有不会的。哦，这里好荒啊！好用吧？这个？好用。这个喷死了这些草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种那个大瓜，就是金瓜。也，我们这边呢也叫那个小小那个叫南瓜，咱们就种南瓜啊，种南瓜到时候可以做南瓜饼啊，等等等等都可以的，挺不错的，反正种什么都可以的。没有喷的那些都喷一下它吧。不是茄子的，那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漂亮！哎呀，这个绝对好吃。这些荔枝准备得吃了哇、哦！大家想吃荔枝的就关注我。对了，因为现在我们的荔枝准备熟了，你看一下。打工一年又一年，何时有石头？就找不到女朋友。有哪位喜欢钢铁啊？给我留言一下。关键是要喜欢诚实的。我家有6亩田，8亩地。好，终于完工了。